我两岁随父母下南洋，1930年返回中国故乡。要从这里北上，出福建，过江西，经浙江到上海。我觉得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，去将信仰付诸实践，也准备好去见从未谋面的爱人。老孙是第一个让我对自己开始失望的人，之后还有四个，他们在1930的春天匆匆而过，搞得我一生无法安宁。他们家叔伯三人做生意开工厂，常年累月吃吃革命，现在叔伯两家的人都死光了，只剩下一根独苗，从没开口要我们帮忙。那这个忙一定要帮到底，把人平安送到上海，出了差错大家谁都没面子，谁动他谁肯定没面子。两个问题，这些金条也是他们家支持的，两码事儿。革命经费也一样要平安送到上海。如果一定要分先后，金条重要还是他重要？徐天重要，金条也重要。再加一个问题啊，他家在南阳，去上海做什么？去上海找他老婆成亲。坐船过来好几天，累着了，我陪陪他。一路保重。知道了。低下，不看他们就不过来了。低头啊！
有用，等他们也没用。干什么？不行，走走。你干什么？东西都给你们了。你放开我！走。你干什么？钱可以拿走，皮夹还给我，把他给我扔下去。走，扔给我，放开他，向他道歉。啥？土匪强盗也有原则，财物你们已经拿到了。啥意思啊？替他出头啊？我一枪打死你，值不值？啊？放开他，向他道歉。看他娘的耍我！凡事讲讲后果，大家开枪麻烦，有话好说。说什么说啊？你认识他？朋友托我照顾。什么狗屁朋友？过命的朋友吗？朋友托朋友。过命的朋友托我，那你也可以为他去死了。可以是可以。要么跳下去，要么杀了我，要么我杀了你们。想想后果。可以把皮夹还给我吗？本来应该全杀光，但我们是路过，不用担心报复寻仇，所以你们有条生路，也送我们一条生路。
这一路还很长，我们略法三章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说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当然我征求你意见，当然你不愿意也要听。好。嗯。我说不干什么就不干，这个不会征求你意见，你要听我的。 车跳下去没事吧？你想跳？皮夹要拿。里面有什么？一张照片和一封信。谁的？未婚妻的照片。我只有那么一张，还有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。没有信，他不认识我。父亲交代的事情也办不好。交代什么事？结婚。然后在上海开一家公司，和南阳做生意。 以后金条就不用从福建带到上海了，可以直接从上海公司里取出来。信是寄到苏局的。不是，纪律不允许，上个月寄到南阳家里的。他知道你回上海吗？信里说过，但是应该不知道这么快。 妻子怎么不认识你？我两岁全家就到南阳了，父亲和养家指腹又婚，那个时候他还没出生呢。嗯，肚子上也打了一枪，下车要看看医生。哎，那我被抢了一块手表，金手表，可以还给我吗？ 怎么还呀？你们没拿他们抢的东西吗？怎么这样啊？那不应。纯吧，走。 你先还是我先？刚才那几个是当地军队开小差出来打秋风的，回去不敢说死人的事儿。你怎么知道？枪是部队制式的，衣服换了，鞋都一样。本地肯定有销赃的地方。 抢的东西不能拿回军营，得要在周围找个地方换钱。军队想救老百姓，腐朽的旧世界，所以要革命，建立新的世界。刚才火车上约法三章，还有最后一章。记住，凡事想想后果。第一，先保住自己的命。 可是有些事情，就算知道后果也要做。这条路上难免流血牺牲，话说的没错。成功没那么容易，要是一下子就成功了，多没意思。那，你为什么参加革命？为后代。成功搞不好没福气看到。路一步一步的走，死的时候，还在这条路上就对了。 叔，你有孩子？有，儿子。家在哪？没家。老婆难产死了。对不起，不要老说对不起啊。你这么客气，容易把我搞紧张。你多大？21。我儿子今年20。 比你小1岁。一会儿先找地方看看肚子上的伤吧。
过几天就好了。孙叔听我的，这样脾脏坏了那就不好了。叫我老孙，叔叔以后就不要叫了。老孙的目光让我不自在，父亲从不用这种眼光看我，他成天忙着把种植园的生意和遥远的革命需求连在一起。这世上和我最亲近的人是杨芷，在他14岁之后写给我的30多封信和去年寄来的照片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他。我们好像从来就在一起，没有远离过。可现在我丢失了他，第一次去寻找他，就像整个旅程是为了找他。他是我在陌生故乡的归宿。500，50。东西放柜面上来去随意，进到柜台里就不能出去了。行呗。哎，先生，我这儿还有一个好东西，您再给多表金。不要动，这钱我还没收拾出来，钱总不能当吧？不要动，就这7块钱，再加上这些，您才给50。是你们自己要进来的。抢啊！60，好吧。知道铺子是谁家的吗？知道，当然知道了。来者不拒，三省通兑。这生意不是谁都敢做的。你们的东西也不是谁都敢收。这3杆长枪当不当？孙叔叔，药铺，先看看医生吧。先找皮家。先生，看病，看病。哪儿不舒服啊？请问，镇子上有当铺吗？他肚子上不舒服，要是抢了点东西，能到哪儿去换钱？你们是看病还是当东西？看病，肚子上被打了一架，很严重。病等会儿过来看，先当东西。看病。拐过去，后面那条街上啊，就有个当铺，都是他们家的。东西已经出手了。就这么算了。说话方便吗？方便。我倒是方便，就怕你不方便了。我方便。那我就大声说了啊，当还是赎？不当不赎，取刚才那两个劫匪抢的东西。这个铺子销赃我就不管了，赃物里边有一只皮夹，里面有一封信，还有一张照片，还有其他东西吗？没有其他。
中色，谢谢，麻烦你，谢谢。别想了，东西收进去，总有吐出来的时候，哪有只进不出的生意啊？稍等。哎哎，还有一块手表，金的，我们一起的。拿来，十块，五十块，我五十，十块表也不值这么多钱啊！谢谢，十块不讲价，忘了跟你说了，没钱。皮夹拿过来，你什么来头？哪里人？一只皮夹交一个朋友，好不好？没钱吗？跟钱没关系，讲道理嘛。哎哎，十块钱我帮你们好了，反正表我也数不出来了。哎，十块，拿去。哎，交个朋友。哎，谢谢，我给你写借条，肯定还。那就更好了。肝火四溢，内伤积郁，汤药三副调理。不在镇上住吧？不住。好，一副现服，两副带走。三块，诊子千副。算。孙叔叔，药还是得吃的。大夫说你是内伤，咱们还得赶紧治。三块，两块差不多。三，哎，我先垫上吧，也不差这三块钱了，好事做到底嘛。哎，大夫，谢谢啊。喝吧。这两副啊，等下给你们带上。还有外敷一贴膏药。啊？哦，算在枕子里了。看看窗面。哎哎哎哎，这儿脱不太方便。哦。这样好了，三十块，这么多，算上利息。把钱袋子解掉，这样怎么看得清啊？这样，你写一份你的地址，然后我这儿抄一份，我到上海再寄给你。你们俩这个朋友，我算交对了啊。水来，快快快！刚才还好好的，这躺下就睡过去了。水，快快拿水！哎呀，那没有，后面后面。哎，大夫，哎，孙叔叔，帮我把人翻过来。你娘吗？药有问题。那个人呢？哪个？孙叔叔。哎，
你给他喝的什么药？你们肯定路残，碰上仙人跳了。林省对付吗？三省通对。手表给我，金条江西兑现钱扣几成？五成。东西不是好来的，好来的不会放到这个柜面上。手表给你，金条江西五成，保证拿到。兵荒马乱的，总比被抢了好。就五成。手印。要求不高，要五百给五十打劫呀、啊！我们才是打劫呢！大哥，别跟我废话！人抓人！人呢？我哪里去了？给我回家！那个人啊，那个人找着了吗？我没找着，然后我就过来陪你了。啊，后面当铺，你陪着我干什么呀？你傻呀你！我死了都没关系，你陪着我有什么用啊？啊，这就是。都说一声。啊？啊哦。东西。东西在你这儿，是，刚进来的。当还是通队？林省队。规矩是认票还是认人？人票都认。你可以吗？可以。举起来。票在这儿，人在这儿，清楚吗？东西取走，不对了。你什么来头？就记住，不要得罪我。东西拿来。东西给你没问题，可做生意，咱得守规矩啊。规矩破了，生意不就黄了，对不对？黄不黄跟我没关系啊。票据上写的清楚，章也盖了，手印摁了。出柜扣五成，你说话算数吗？扣三成，给你面子，一毫都不能少。没这规矩，那这等于就是跟我结仇了。
吃的就是跪上这口饭。码头什么时候来？明天天亮。天亮我过来跟他说。东西先留在铺子里，不要动。你贵姓？啊，东西不动。出了这种事情，把头肯定会来查保险柜的。这个镇上没有警察吗？明天天亮来。打烊了，并不急，明天来。快门打烊了。镇上经常打枪吗？不经常。刚才在店里写借条那个人是谁呀？谁？那不是和你们一起来的吗？看着我，看我眼睛。金黄为肺华盛，我外敷的药呢？给过钱的。哦。你稍等。进来啊。对不起，又和你没关系。说什么对不起？你什么事和我有关系的呢？什么都和你没关系，都是我的事。没见过死人吧？和这个没关系。你的药横着敷好，七天之内不要揭掉。走了。福田乡南面那个桥还在吗？桥。这辆毛驴车过不过得去？能过去吧。借我用一用，明天一早还过来。这驴出诊还要用的。今天还要出诊吗？租当然可以了，你们又没钱。有钱啊？我这个人啊，讲道理，有借有还。去，我赶车，你休息；回来，我休息，你赶车。抓紧时间，到地方说话一个小时，来回三四个小时。路上大家争取都睡一下。说什么话？不是和你说。去福田找个人，有些话可以和我说。到福田找谁？
不用知道这些。那哪些是我需要知道的呢？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，护送你，护送黄金。我对你们负责。我就等于黄金是吧？我是个大活人好吗？今天的事情我虽然没见过，但我们也算是搭档。这一路上就我们两个人，你不承认也是搭档。黄金丢了，我有责任，所以有些事情你必须得跟我说。连驴都知道你要去哪儿，当然也是在约法三章的前提下。明天如果和他们谈不拢，预备几个帮手抢。抢黄金？你不参与，你比黄金重要。那之前那男的是怎么知道黄金在你身上的呢？在火车上看枪伤漏财了，应该那个女人先看的，回去和大家讲。车厢里面正好有一个仙人跳。那需要我做什么吗？啊？需要的时候再告诉你。一天到晚就知道喝，反正也没有其他有意思的事情。家里没菜了。知道啊，所以就喝酒嘛。有滋味吗？孩子叫你也叫，正好下酒。废物你！你也没了，房子也漏了，你就知道喝酒。我也不会修房子呀，还好没有，好几天没有下雨了，谢谢老天爷。你怎么不去死呢？舍不得你。我舍得你。娘子啊，大米小菜我去弄，是大材小用啊，乃是大事我去办，是囊中取物啊。谁呀？来了，谁呀？红姐，我老孙，你没有死啊？